燕氏一族，世代为古，心怀忠义，宜家昭雪，照复燕氏故地。太好了！你不参加三宝会了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去做。时间这么大，我们要到处去看看，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我们能够平平淡淡相伴余生，如今我已经得偿所愿。其实吧，其实你的事他早就知道了，几个月一同研究了离灵丹之毒，便成了他最后的希望。